主料：猪掌500克，雪梨2个，银耳1朵，红萝卜1条。男性：背性。辅料：盐。原材料准备齐全：雪梨去皮去核切成小块，红萝卜去皮切块，银耳用水泡发清洗干净，去掉中间黄色的蒂，撕成小朵。猪掌洗干净，放过水中煮出血沫，砂煲中加水，加入所有材料，大火煲20分钟，之后转小火煲2个小时，加盐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雪梨要去核，不然煲出来的汤会酸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